穿着半截袖和小拖鞋，在外面找十一找了二十来分钟，我寻思他丢了呢，家人们。哎，看搁哪呢？在这儿呢，施工呢，在那儿看没看着？这个位置看，他要不是整出点动静来，我都不知道他在这下面呢。你被困住了，出来吧，啊，来吧，回头是岸。他不出来，开始上计谋。第一轮美食诱惑，快来吧，寝室要关门了，快点，快点。 无效。第二轮，苦口婆心。你掏那枪不重要啊，快来吧，那能有你重要吗？那就是个死物，你才是爸爸的大宝啊！快来，快来，快点，十一来。第三轮，绝招，外出诱惑。来，十一来，来，走，来宝来，走走走走走走，遛遛弯去遛。奏效了，你开始恭喜。你不用瞅那个掏坏那块，爸不怪你，快。 那能咋的呀？都是身外之物，快来，来，进来快！哎，好宝，快来，来、哎！哎呀，蹦咖的，快来！哎，对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？啊、嗯？是不是？你还你还挺会找地方，你还在那猫上了，你还。